错过了冬天的第一杯奶茶，一定尝尝春天的第一口香椿。香椿炒鸡蛋，跟我走起。香椿啊，还有这个亚硝酸盐，第一步啊，一定拿水给它焯一下。焯水之前啊，锅里加少许的盐。焯香椿有讲究，看我手抓的是嫩芽的部位，一定把根儿先放到水里烫一烫。这样呢，这个根儿啊和这个芽一块成熟，保证这个颜色一致。烫好根了，咱们把整个全放里。好，轻轻的一烫，这香椿更加嫩绿。捞出过凉，挤干水分，顶刀切末。第二步，切好的香椿放到鸡蛋里边，加葱花，加盐，均匀的打散。第三步，炒，起锅烧油，油温升高，倒入鸡蛋，拿手勺啊，轻轻的往前推，使其蛋液均匀的成型。这样炒出的鸡蛋啊，成块且不散。这个香椿炒鸡蛋呀、建议炒老一点，这样呢更香。简单三步，香椿鸡蛋就做得了。我先尝尝。鸡蛋香，香椿香，香上加香，您学会了吗？